我有一种新的文明病，叫做综艺病。综艺妄想症。综艺妄想症。欢迎收看《综艺妄想症》。已经找遍了这个整个房间了，就是找不到你们的指令。快点，藏在哪里？有 GoPro， 有 GoPro。在干嘛？要讲话、啊。确定不是关卡？我觉得有鬼，就是鬼啦。我也觉得。哇，好想下去逛街啊！看着楼下就是一栏呢。我其实不相信，说坐在这边，只是要叫我们讲心得，一定有鬼。OK， 这个是欢迎我们的卡片，谢坤达先生 ，Welcome to Hotel Collect， 有没有怪怪的 ？Collective， 先看有没有怪怪的东西，应该这个是还好。哎、欸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、欸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最好是啊，你去啊，你去啊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啦，等等等等，他到这边应该这边有些怪怪的，我也觉得。我们两个在那边，然后是换睡一趴，根本就没有睡一趴，睡一趴。我们两个已经生病了啦。我觉得我很大，真的让我生病。我觉得生，我觉得我已经生病了。新的文明病叫做综艺病，综艺妄想症。欢迎收看《综艺妄想症》。我觉得房间会这样配，一定有什么原因。对啊，怎么会我们两个？因为之前都是跟同队一起。对啊，我们昨天就有在想这个问题。虽然我还是睡得很安稳，但我那时候就是有种觉得啊，等一下一定会有关卡，有关卡。结果就这样子顺利的睡了一天。我觉得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两个要 PK 的。结果我们现在讲得很认真，然后很煞有其事，结果该不会回去什么？就这样子一路顺利的住到了结束。我觉得来这里会那个疑心病很重。对，我们绝对不是我们的问题。不可能啦，一定有啦。不可能没有啦。对啊。哎，没东西，没东西。不可能藏那么的隐秘吧？然后要不要松懈了？要不要松懈了？我快了，我快了，我快了。要松懈了吗？要放过他们了吗？这东西啊。好啦。啊！妈，有东西，就知道有鬼。请偷偷拿着 GoPro 到一楼大厅集合。这个是什么？黑色的，一样的，太突然了吧！哎呦，我们是第一个，我们现在是第一个，哇！请抽你们要买伴手礼，来给镜头看，给镜头看。拿着这一张板子去问路人这是什么，然后去买到这个伴手礼，最快全员到齐就获胜。徐慧伦，你看。那是关卡、啊，会吗？然后我发现了，啊，偷看一下，一下。可是这个很容易会被发现啊，还是要设计给我们的礼物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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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鞋子还没穿好。走走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就是你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不知道等一下的游戏是谁？等一下的游戏，我觉得不外乎应该就是在大街上哦，现实然后买什么或者做什么。但我真的蛮好奇，就是为什么女生我们大家房间都会分配，一定要一黑一黄，就会觉得是不是也要设计一个什么桥？就是哎，只是会不会是怕说大家感情会太不好？我会怕说他们其实就是可能分太开，就只会反正跟黄队黑人黑人这样，那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认真一下，
不好意思，你检查一下狗婆。你顺便你看，哎、欸，来收狗婆。我想一定怪怪的啦。我们刚刚已经。小姨，哎、欸，来看一下 GoPro 的电池。好，我们有参观一下房间吗？有。好，还有机关吗？是不是有什么机关？你们怎么走、欸？怎么办？我觉得他好像有什么，让我找一下好不好？我觉得有机关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个灯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干嘛带个这个进来？这什么新招？还有什么听耳机？我就被你听耳机？我就在看你在搞什么？谁？你好你好，我是 K 的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派一个人来房间干嘛？这太有鬼了啦！我们已经找遍了这个整个房间了，就是找不到你们的指令。快点，藏在哪里？难道这里有？我们真的把房间弄得很乱哎！没办法，不是啊，哪里？叫你看你不看，我已经放下来了。你又拿房卡了？房卡嘞，随便啦。哦，有了，怎么了？什么？什么啦？我们应该是最后，有没有可能最后？我们先下去。好，下去见。他意思是他们没有发现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感觉就是会有连城祥这个，不会的。不是，如果他们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都还没出现，怎么办？我去买了，我已经去了，是不是？买，哎，买到了吗？可惜，来一起。心愿你买什么？心愿买的是什么？花衬衫。花衬衫。デニーモザルト。カリウシウェア。恭喜两位都答对，但 A 队获胜。耶！耶！陈翔那边，陈翔那边。关键，你又是关键。哎、欸，有逆转胜的感觉。有。哎、欸，慢慢的，现在才6比2了，好不好？我赢了。我打看看。我打。谁？我一定厉害的。哎、欸，我跟你们好好介绍一下，果果是干哪一行的？哪一行？他是学特技的。对，而且是巨校学院，巨校哇，随便一个字嘛。教我的事情怎么都没有记得一个。你的出身没有让大家知道，对你比较好。来，我想你要果断过去。是这样，先前锋一个再说，先前锋一个再说。他想捶你很久了，你那空哎 ，lucky 哎，哎呦，我还好，这么大力吗？可以，这有这么大力啊？掉，哎呦，你要小心哦，这边，我加油，加油，我们一个一个来，先挑掉一个，加油，用力，碎了，碎碎碎。